每年八月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那达慕大会开幕的日子。那达慕在蒙古语里的意思是娱乐、游戏，人们通过各种游戏表达丰收的喜悦。内蒙古自治区位于中国北部边疆，锡林郭勒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中部，是距离首都北京最近的草原牧区。这里的那达慕每年都会吸引来自内蒙古甚至全国各地的观众前来观看。28岁的伊达木来自锡林郭勒盟中北部的阿巴嘎旗，他是一个博客高手。内行人一看到飞舞在他脖子上的各色彩条江嘎，就知道他曾经取得的赫赫战绩。博客是对摔跤的称谓，这是蒙古族的传统体育活动，也是那达慕上最受欢迎的比赛项目，也是本次那达慕大会参赛选手最多的项目。伊达慕和其他1000多名博客参赛者等待着上场。博客选手不分年龄、体重，不分级别，任何两个人都可能成为对手。此时伊达慕的同乡呼格吉勒正在10公里外的一个文化馆里等待着另一个比赛。呼格吉勒是一名蒙古族歌手。蒙古族是喜欢歌唱的民族，有很多种唱歌的方式。呼格吉勒的唱法叫做潮耳道，潮耳在蒙语里是回声的意思，是蒙古族一种古老的多声部合唱形式，过去是在宫廷王府或隆重的庆典仪式、大型那达慕会上由专门的王府歌手演唱的，可分为赞颂歌和哲理歌两大类。时至今日，它已流传于民间，可是由于发声方式特殊，潮耳的演唱者需要十分高超的技艺，有能力演唱的人不多。蒙古族是中国北方的一支历史悠久的游牧民族，辽阔的天空让他们不由自主地放声歌唱，一望无际的草原则是摔跤的最佳场地。因此在马背上纵横驰骋之余，歌唱和摔跤这一文一武两种技艺成了蒙古族传统文化中最为典型的代表，至今在草原人们的心中仍有着很重的分量，在一年一度的那达慕大会上也是备受关注的项目。今年那达慕大会，呼格吉勒准备得格外用心。这不仅是他第一次参加那达慕上的潮耳道比赛，更因为这个比赛是为了纪念他的恩师哈扎布诞辰90周年而专门举办的。呼格吉勒就出生在潮耳的故乡阿巴嘎旗。年轻时，呼格吉勒的好嗓子就远近闻名。
因为天资超群，当年被同样出生于阿巴嘎旗、有一代歌王之称的哈扎布收为弟子。这也开启了胡格吉勒与朝尔道的不解之缘。朝尔道这么一路的灯，我们那边就连朝尔道的对面对面都落脱瓦生，但是呢，奥斯汀道对面的还是那个时候还是。그때는저도그어린분인데저도그래서가야금식오래되지못해지금요즘저도지금돌이익도아홉증미가없어졌고여기토도이렇게바야가서화도가란돌자가가르쳐가도시다아티홉증미가없어졌으니이미또어떻게이렇게바깥에그래서홉증미때도어쩌면어떠야하고눈도많이들어도얼음많이티胡格吉勒的恩师哈扎布演唱的艺术造诣很深，他创造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流派。胡格吉勒说，朝尔道是蒙古民族特有的艺术，是他们民族文化的瑰宝，但是很可惜，现在能够流传下来的朝尔道曲子只有20多首，而其中只有10首是词曲完整的。他希望自己能像老师一样把朝尔道唱下去，传承下去。每年夏天，胡格吉勒都会比其他牧民更加繁忙，除了放牧之外，还要参加10多场朝尔道演出。今年为了有更多的精力准备这次朝尔道比赛，胡格吉勒的两个儿子担起了协助父亲放牧的任务。两个儿子是刚放暑假回到牧区的，妻子熬灯涂鸦，准备了孩子们最爱的手把羊肉。鲜嫩的羊肉就着泡着炒米的咸奶茶，孩子们吃得津津有味儿。大儿子韦利斯已经17岁了，内向羞涩；小儿子保勒巴孙却正相反，性格活泼，爱笑爱闹。放假在家的日子，14岁的保勒巴孙每天都会出来帮着爸爸放牧。他喜欢把小马骑得飞快，远远地跑在爸爸前头。放牧的日子是他暑假里最开心的时光。保勒巴孙特别崇拜父亲，不仅因为父亲教会了自己骑马，更因为他是位远近闻名的朝尔道传人。同样是师出名门，哈扎布的弟子胡松华、拉苏荣都已成为中国老百姓耳熟能详的著名歌唱家，专业上都获得了相当高的成就。虽然胡格吉勒同样拥有一副好嗓子，可他却不羡慕别人的出名和风光，更乐于当一个亲近草原的牧民。放牧时唱歌已经成了牧民胡格吉勒的特色，他享受着策马奔腾、驰骋草原的潇洒，也钟情于草原聚会时的引吭高歌。胡格吉勒说，放牧的时候他就会唱一段朝尔道，一唱起来他就忘记了疲劳和寂寞。今年的雨水多，草长得极旺，胡格吉勒特别开心。他说，这是10年来草长得最好的一年，草长得好，牛羊就长得壮，就能卖出好价钱。伊达木家距离胡格吉勒家有300公里，
这是一个富裕的牧民家庭，家里的四万多亩草场上养了近2000只羊，还有数百头牛，今年草壮，收成更是可观。年纪轻轻的伊达木已经在城里买了楼房，自己还拥有一辆价值20多万的越野车，可平时他更喜欢待在牧区的家里，草原、牛羊，这些都是伴随他成长最亲近、最自然的内容。一般咱们这小牛都是出生多久的？就那个，就这最小的，这差不多一个多月了，现在。一个多月就能长这么大了。与牛群在一起，伊达姆就像个沉静的大男孩，自顾自地体会着与伙伴们在一起的乐趣。当然，让伊达姆如此眷恋草原的重要原因，则是蒙古式摔跤，这是他从小就钟爱的运动。为了今年的纳达木大会，伊达木特地把住在城里的弟弟和远在200公里外的朋友叫到了一起，切磋技艺。蒙古男人，摔跤的，不会摔跤的很不多，哪个都想摔跤，不可，就是能摔的好不好，就那种，就这个我，现在就当地我们那个东七百多他，谁都喜欢他，谁都支持他。这代表就是荣誉，拿过多少公斤次第一，好不好？那体都会耍的。拿过几次冠军才可以带这个证？现在是一般是8次。对于伊达木家来说，摔跤是一种传统。小时候，伊达木就看着父亲穿上跤服上场比赛。长大后，他和弟弟都是棋上出色的摔跤手。在伊达木家里醒目的位置，挂着一张父亲蒙哥特穆尔穿着摔跤服的照片。年轻时，父亲也是远近闻名的摔跤手。在父亲眼里，伊达木从小就是一个对摔跤有着浓厚兴趣的孩子。中学时的伊达木曾被体校录取，因力量技术出众，又肯吃苦，很快便成为一名专业的中国式摔跤选手，还取得过不俗的比赛成绩。荣誉就说是一次荣誉，一种荣誉，不是所有的跤手都可以带的。拿过多少次冠军？我都从15岁开始，因为是我爸爸是摔跤的。舅爷也是这个当地阿奇的著名摔跤手，然后我从小就那个热爱摔跤，在班里是摔没那个其他同学摔不过我，我们自己就热爱这个博客嘛，摔跤，那自己学的东西不辛苦，累的啥的没事。那第一次比赛是在个2002年好像是，在那个鹤壁保定。中国式摔跤比赛，第一次是打74公斤级第四名，第一次参加比赛就拿过第四名，那还可以。少年得志的伊达木本来可以在专业的道路上有所发展，可是城市生活却让这位出生在草原、生性自由的蒙古族小伙感到不适。放不下大草原的伊达木，最终还是选择回到这片生养他的土地，同时他也不得不放弃了成为全国冠军甚至更好成绩的机会。我喜欢的是蒙古摔跤，蒙古摔跤飞摔蒙古摔跤博客的话就飞地来草原嘛，
别的地方没有蒙古史。当然专业的话就是中国史和博客，自由史那个，那就在市里边待着呢，我们也住的不习惯。摔跤仍是伊达木生活的重心，更成为他和妻子牵线搭桥的红娘。妻子是一位漂亮的蒙古族姑娘，叫纳布齐，娘家在距离不远的兰旗。伊达木说，第一次遇见她就是在兰旗举行的一次摔跤比赛上。那次他虽然没有赢得最终的比赛，却赢得了妻子的芳心。他们家里的，他舅舅和那个大舅舅都是摔跤手，他们家的摔跤的人多了，因为他也喜欢摔跤，就是因为这个摔跤博客就认识。还记得？我去拿大毛，到他们那块摔跤，然后认识的。如今，他们的爱情结晶扎胡尔已经有18个月大了，儿子继承了爸爸的好体格，小小年纪就对摔跤有着浓厚的兴趣。伊达木也特意为儿子定做了一件跤服。看着扎胡尔摆出的摔跤姿势，伊达木一脸的幸福。刚才与弟弟训练时的疲劳已经悄然无存。在伊达木心里有个愿望，就是身上的这套父亲曾经穿过的胶服能够传给自己的儿子孙子。蒙古民族骨子里流淌的传统用这样一种天然而自然的方式传承着。为了参加比赛，呼格吉勒要离家3天，家里的事情都已经安排妥当。今天家里要来客人，这在地广人稀的草原上是件热闹事儿。来客是温德苏一家，他们的家离这里有3个小时的车程。温德苏也是一名潮儿道歌者，今天他专程过来，就是想和呼格吉勒商量一下比赛的事情，并做最后的彩排。他俩都将代表阿巴嘎旗参加这次比赛。与呼格吉勒相比，温德苏学习潮耳道有着更加得天独厚的优势。他的父亲和爷爷都是潮耳道高手。长大后，温德苏也表现出了演唱潮耳道的天赋。虽然经营着一大片牧场，却没有磨灭他对潮耳道的坚持。两个儿子在他的影响下也迷上了潮耳道。Хоёр хүүдээ нэг өөрийнхөө мэддэг хэдэн тоглоомжилж өгье гэж боддог. Бичил хаягдчихээс гээгдчихээс л гэж ингэж одоо бодож авдаг юм дээ. Chao er dao 通常有几人一起合唱，由一名歌手唱长调形态的旋律声部，其余人演唱持续的固定低音，后面有附加的副歌部分，叫图日乐格。呼格吉勒和温德苏都是潮耳道合唱部分的主角潮耳，加上低音的和声，他们的声音变得更加突出和震撼。Сахар сух.
相比之下，赛前这一天伊达木过得十分轻松，妈妈和妻子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为他饯行，一家人围坐在桌旁品尝着美食，享受着天伦之乐。本来伊达木兄弟俩是要一起参加纳达木大会的，但因为弟弟帮着好朋友筹备婚礼，错过了比赛的报名时间，有些遗憾。可说起兄弟俩，父亲孟克特莫尔的言谈中总是不经意地透露着骄傲。午饭后，伊达木告别了父母妻儿，开车独自前往赛场。按蒙古族传统习俗，摔跤采用淘汰制，一跤定胜负，膝盖以上着地即为输。首轮比赛和伊达木对决的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和伊达木的人高马大比起来，小伙子显得单薄许多。结果毫无悬念，伊达木轻松胜出。虽然伊达木是位有实力的选手，但对于一局定胜负的搏克比赛来说，偶然性很大。这次比赛伊达木没能取得好名次，但在他看来，纳达木就像一场搏克手们的聚会，沟通过技艺，彼此切磋，无关输赢。门德苏、呼格吉勒分别被安排在第四和第六位出场，与呼格吉勒同台竞技的有来自牧区的业余选手，还有来自艺术团体的专业高手，可在呼格吉勒的脸上却丝毫看不出紧张，他还与同伴轻松地开起了玩笑。唯一让他不满意的是，参赛的选手太少了，观众也太少了，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喜欢超耳道，更希望更多的人会演唱超耳道。对于那些来自外地的观众来说，三天的纳达木大会结束了，但对于呼格吉勒、温德苏和伊达木来说，纳达木从来也不会结束，因为那就是他们的生活，这样的生活还会一直延续。